下身材嘛。啊，小巧玲珑就太小，叫小巧玲珑。看不出，你五九信不信啊？你自身怎么样？我自身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本人159，89年的，体重98。哦，30多了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。会做饭。对对，会做饭。那是已婚是未婚的？未婚也没事。我现场给他做主，我给他做主了哈。你60以下的，这是。直接牵着，这个是底线啊，底线。我就比你大2岁，我都要超过你。底线60。我就比你大2岁。你都已经62了。60岁。我62年的嘛。62年的啊。我家一个保姆每月还开7000我了，是吧？家里面请个保姆都要10000多。我家保姆在我家干13年了，保姆还开1500了。关键是我是做全职太太。你已经在我家干13年了。我缺，真的要缺保姆，我就去算了。我是男的，不工作，男不要男保姆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老伴呢？老伴过世了，出了车祸。那没办法。因为我有个儿子了，说能说的。那我要孩子呀。给你看了，你不是说要钱吗？你有儿子了，我没有呀。你倒是聪明了。这个大哥条件太厉害了，我比不过他。你跟他比年轻，谁叫你年轻就比他？我们老了，这这。大哥，您是什么条件？几套房子？年纪大的，你跟他比年。几套房子？我有2家上市公司，1家非上市公司，4座别墅，在正环跟外环。上海吗？啊，那肯定是上海了。你条件那么好，把那个自信心拿出来，怕啥？你是上市公司老总，没条件，创造。我一个总上市公司，太漂亮了，我刚攀不起。那厉害了，你再起来看看嘛。